这球要是替我能进，我就买球衣。我操！齐梦真的进球了！人呢，就是要履行自己的承诺的，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。所以现在我的身后就是切尔西的官方商店，我要进去买维桑的球衣了。显然维尔纳是没有什么牌面的，这一排球衣都没有他的份，尴尬。那我只能挑一件光板球衣，然后去印号啦。现在我要去付款了。这件球衣的价格加上维尔纳的印号加上臂章一共是89镑，然后我找我的朋友借了会员卡，省下了8.9元。当当，新鲜出炉，不错吧？很帅吧？我已经兑现我的承诺，买了切尔西维尔纳的球衣，然后我希望就是今天的比赛维桑也可以进球吧，加油维桑！我是一个真的很少买其他球队球衣的人，我衣柜里只有利物浦和皇马球衣，然后皇马球衣身上有很多我喜欢的球衣，我感觉。还是克罗斯，然后其实我也有就是巴尔韦德的球衣，但是我寄回国了。我有挺多皇马球衣，都是生日礼物。